梅洋洋是羊村中的大美女，特别喜欢打扮，也很心灵手巧，任何东西都能在她手上变成饰品，只要与美丽有关的她都特别精通。所以美洋洋除了天生丽质之外，也有潜心研究的成果。外表看似柔弱的她在羊族遇上麻烦时也是非常的勇敢。一起来看看美洋洋在战斗中时用到的四代武器，你最喜欢哪一种？第一代坚毅之弓，来自于羊果果收纳的徽章中，可以翅膀飞行，也能长出藤蔓或者毒素。在百花园遇上了十年一遇的暴风雨，他帮助蜜蜂们扶起了大树，他的爱护植物的心也感动了坚毅之弓。美羊羊用坚毅之弓射出了藤蔓，拖住大树也在拯救了百花园。坚毅之弓属于一种治愈系武器，升级后效果更特别，还能在使用者身后长出翅膀，可以随便飞行，使用起来感觉很酷。帅气的美羊羊你们喜欢吗？第二代蝴蝶，这是来自超能魔方中，在美羊羊最无助的时候，超能魔方发出感应，能吸引蝴蝶飞过来，甚至能控制蝴蝶的能力。蝴蝶的作用很多，主要是搜索目标，特别的方便，也能净化毒气。在蘑菇菌释放毒气时，美羊羊就使用了蝴蝶净化毒气，才能接近蘑菇菌，给予它安慰，让它不再释放毒气。第三代虚幻镜，得到明日女王给的奇力时，美羊羊获得了虚幻镜。在夺金吉林的时候，美羊羊与喜羊羊抢功劳，直接亮出了虚幻镜，将喜羊羊困在了里面。不过想要使用这一招，前提是对方看到自己的眼镜，没有看到眼镜的情况下，美羊羊的虚幻镜是无效的。地下棋不见不散。